girl. Come on. Hey, like, come on. Who? It's yellow, yellow, yellow. Oh my god. 继上一次我们爱的 ABC 推出了艺人挑战规划之后，引起了演艺圈笑声以及讨论声。制作单位啊，也接到了以下这两组艺人的报名挑战，分别来自于语言音感极其敏锐的原住民代表萨基奴玛雅夫妇，以及两位自称呢音检高分好朋友的小赖尹嘉轩。The sky 黄，不要打，而已。这是小天使吗？你是金牌呢？啊，一个。他们两组都想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他们想办法开口啊，外国人都一定听得懂。您觉得呢？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开战。欢迎来到爱的 ABC Junior 英语练习生的现场，我是阿 Ken。现在是一个全民英检的时代，究竟大人大朋友们，你们的英文程度到底好不好呢？看我们的节目就想说，哎，小朋友有些英文不会，哎，应该的，因为他还小嘛。难道你就全部都会吗？今天我特别请到了演艺圈几位大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看看他们的英文能力到底如何。首先我们来要来欢迎的是萨基努以及他的太太玛雅，接下来欢迎是小赖以及嘉轩。四位，你们的英文程度如何呢？首先萨基努，我都觉得说我应该是走错棚，这不是讲台语的吗？没有，我的英文程度其实哇不 OK， 不 OK， 你干嘛来呢？没有啊，不是，钱啊，不是，我们要站在小朋友的位置来看待这件英文的事情的话，是，那我们自己亲身也要下去感受，跟他们一起成长，对，跟他们一起成长。OK， 小赖如何？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胜券在握，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历史，就是大学学测英文是满级分。哇！满级分的呀？对。嘉轩呢？我自己是，我记得我大学联考，因为我是末代考生，然后英文是100分，我考13分。请你出去。哎，你还有分数算不错的。所以为了这个节目，我还去补习耶。啊！我还特别还上了几堂补习班，说哦，我赶快来恶补一下，因为今天要上那个英语竞赛节目。哎呦！对啊。好啦，那今天就看看你的英文程度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差，好不好？一定要加油才行。我们会加油。Okay, 照他们前面这个叙述呢，很有可能他们常常会有全部都答错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抢枪答题的时间，你会听到这个音乐。哎，没有错，这个时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就可以一起来回答问题。如果你答对的越多呢，我们在一季之后呢，我们即将会抽出大奖啊，送你什么呢？五星级饭店海滩假期住宿券，或者是豪华游轮一家四口免费的旅程，大只的牛宝宝也会送给你哦。好，送那么大只哦？没有，这只有一只，这只有一只，哎，还有其他不同 size 的啊。另外，我们今天还来了另外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的火宝，欢迎你。好，但是今天有两位我们的 tutor， 他们可以帮忙你们，也可以检视你们，哇，亦敌亦友就对了，好吧？欢迎他们，我们欢迎来 tutor Jimmy， 欢迎。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比赛 ，Let the game start。OK，wonderful。好，接下来是我们 Tutor Ashley。今天呢，其实还是一个竞赛的节目，所以你们彼此是要互相厮杀的。啊，对。所以团队的默契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今天尤其看好夫妻档。什么 ？Oh my god！英文满积分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我今天量血压的时候我也满积分，都满出来了。OK， 都满出来了。So, the chemistry is between you two。对 ，chemistry 很重要，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可以达到某一种不同的效果，说不定今天表现都相当优异啦。好了，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单元影片题，来，我们请看单元说明笔记啊。影片题单元说明，每一则生活对话的影片都会带出三个题目，一共 ABC 三个选项，讨论10秒之后选出您的答案。好， OK， 影片题
我们马上来看看第一题的影片 ，Go。I'm home. Hey, how is your school today? Amazing. I got 100 on my science test. Really? Good for you. Let's have some pizza for dinner. Are you crazy? Mom hates junk food. She wants no. She's working all the time today. Then I want Coke and fried chicken. But do you have any money? Mm-hmm.I'm out of cash. Which card can I use to get some? A. Debit card. B. Access card. C. SIM card. 好的，这就是我们第一题。怎么感觉好像四位来宾有点傻眼的表情？不是，本来通常这边就要计时开始。等一下，刚刚是讲太快，我们要听不懂。而且那两个外国人发音怪怪的，自己听不懂还怪别人。好，计时开始。好，都已经决定了哦，不能再改答案了，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看。夫妻档选择的是 B Access Card， OK， 小赖这边的选择是 A Debit Card， 你们分别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来，夫妻档，我知道是信用卡，但是我不晓得哪一个是信用卡，不知道哪一个是信用卡。对，信用卡应该三个都没有吧？不是 Credit Card 吗？现在是 Credit Card， 可是应该你要获得授权刷卡，应该是 Access Card。我觉得 Access Card 好，那小赖这边，我觉得 B 比较像是通行证那种，然后 C 是手机的那个卡 SIM 卡。B 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 A 的 Debit Card 是金融卡的意思吧？应该你是说像提款卡？对，提款卡 Credit 跟 Debit。那个 A 是比较偏向于健保卡。健保卡哪是这样念？好，我们来看看这一题的答案是来。A debit card， debit card， 这三个有什么样不同？我觉得我可以请我们 tutor 来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这个 debit card 其实在中文他们是翻作于这个现金卡，现金卡。那在国外，在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有，但国外一直都是说，你去一个地方买东西，你其实是可以刷 debit card。那 debit card 跟 credit card 最大的差别在于。Credit card 是刷你没有的钱、，Debit card 是刷你账户里面已经有的钱。现金卡。但是在国外呢，这个 Debit card 也用作于提款卡，所以你可以用这张卡来拿到一点现金。了解。那这个 B 是什么意思呢 ，Ashley？ B 就是刚刚小赖说的，就是它有点像是通行门禁卡的 Access card，、因为 Access 是让你可以进去的那个意思。对，所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 pass。刚Maya有讲到说授权嘛。哎，好像是授权这个字其实是 authorization， authorize 不是 access， 都是 A 开头，长得很像，但不是这个字。那第三个 SIM 卡又是什么东西呢？ SIM 卡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通讯用的，好不好？ OK， 好，所以在这一题，我们恭喜小赖这一组呢，可以获得一分啦。耶，小赖嘉轩，好 ，OK， 马上就要进入第二题，请看。What class does the boy have today? A. He has math class. B. He has science class. C. He has social studies class. 好，计时开始。这是上一题的延伸。对，上一题延伸。糟糕了。上一题延伸呢 ？Social studies 是社会研究吗？不是，对啊，好，你们觉得是 science class， 都觉得 science class， 没有，时间已经到了，没有什么，等一下，请遵守游戏规则，不能这样，小朋友这样作答，不然我刚刚倒数干嘛？对啊，没有，手脚不干净，哎呀，就是果然是一对夫妻啊，好，都是 B 哦，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不是 B 呢？B. He has science class. 好 ，OK， 现在是2-1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题。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criteria to be junk food? A.
low nutrition. B, high glycemic index. C, high fiber. 好，计时开始。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哎呀，这不用，我们答案都写好了啦。来啦，对，要告诉他们。好，时间到了，两组都回答 C。C 代表什么 ？It's not。It's not 嘛，对不对？对，不是，是哪一个不是？那 high fiber 是什么意思？High 那个高纤维。哎呦，哇，好聪明啊！我刚才还想说 fiber 是什么意思？开玩笑，你这样就知道谁是一家之主了吧？谁啊？我啊！啊，我老婆差我一点。哦，这样子，他是一家之王，一家之王，因为他少了那一点，少了那一点，不错不错不错。好 ，OK，high fiber 觉得是高纤维，我们来看看这一题答案是不是 C 呢 ？C high fiber， 厉害哦。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们的 tutor， 就是 high fiber 是高纤维嘛？没有错。那其他的两个是不是也跟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这个 low nutrition， 其实 nutrition 这字就是营养嘛，那低营养的东西就是 low， 就是 junk food 了，没有错。那第二个什么是 glycemic index 呢？好难哦。有在健身的朋友都听过 GI 值。啊 ，GI 值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升糖指数，所以你的 GI 值越高，你就越容易升糖嘛，那这就不健康。所以 High GI 也是 Junk Food。OK OK， 恭喜你们这一题也得到了分数哦，所以现在是两分比上三分，小赖这一组暂时领先。学霸，学霸，我们有个学霸，这里是靠他，这里是靠他，因为我有点看不懂其他两个。四分，你我只是说你们暂时领先而已，没有让你们发表得奖。奇怪了，那么骄傲干什么？后面还有很多题目，好不好？慢慢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So are you guys married? 台湾 girlfriend。等一下，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哎呦，你节目不要问八卦。这三。他们选择选完了，你到底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讨论呢？我们讨论。来到了我们描述题，好，我们的来宾呢必须要发挥你们的英语能力了 ，OK？ 你们要来说，我们的外师要负责猜题 ，OK？ 我们先来看看单元说明 ，VCR Go。描述题单元说明，每一位艺人轮流主掌十题，每一队有五张金牌，使用金牌 ，Tutor 便可以担任救援天使，给予一字救援。好。但是大家看到一个奇怪的画面，就是我们两位 tutor 为什么好像有戴口罩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在这边是帮要来帮他给大家一线生机啊，等大家那时候在讲话在形容的时候，如果卡关了，就可以指明我们，我们全程会先戴着口罩，但当你们指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给出关键的一个字来协助外师猜出你们的这个题目。哦，了解，也就是使用金牌啦，哦，使用金牌啦，你一定要说我要用金牌。沙金奴，你先把金牌全部用掉的话，当然，等一下妈呀就没有金牌可以用，一个都没有，那他就有 pass 可以用。好 ，OK。都了解游戏规则了，那我们要接下来要欢迎两位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到现场啦。Let's welcome a James and Tom. This is James and this is Tom. Hi, okay, Tom. Yes, go ahead. How long stay in Taiwan, Tom?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3 years. 3 years. 1, 2, 3. 3 years. 3 years. I've been here for 6 years. Oh my God. 6 years. 6 years and 3 years. Okay.How about your Chinese? How about your Chinese? 没，不管 Chinese， 你是说他们会不会说中文吗？对，因为我们说中文的那个文法是颠倒的。那我们有时候在讲英文单字的时候，对不对？聪明，聪明。他如果对于中文越了解，等一下说不定因为文法的关系，就越容易猜到他们在讲什么。对，对。How good is your English?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哦。你们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我有一个小问题，他讲的还蛮厉害的。来，小赖，你问。So are you guys married? Or you guys have girlfriend? 台湾 girlfriend?
台湾 friend， 台湾 friend。等一下，你们到底想问什么？我是一本哪一出？节目不要问八卦。好，现在大家有一个互相彼此之间的了解了，那我们要来做选择。请问一下，夫妻档你们要选择哪一位 ？Tom， 你要选择的是 Tom。OK， good。哪一个？小赖。你们选谁？他们选择选完了。你到底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讨论呢？我们讨论哪一个技术状况？他们很多小小话呢。James， 你们要选 James。Yes。OK， wonderful。好 ，OK， 那今天呢，我们有准备题目了，还有题库、描述题 ，OK。那因为你们是领先，对，所以你们可以先来抽，这不一定啊，先抽不一定抽到好题目啊。胜利之手，好，来 ，OK， 来 ，camping， 平常有在啦，应该我蛮尝试去野外，然后或者是露营啊等等。对啊，然后可是我们去野外是不太会讲英文。对，好，没关系。但是呢，这个你们啊，因为有两位现在都戴着口罩，你们可以来选择啦。我们的神救援。对对对，神救援，你们要选择是 Tutor Ashley 还是 Tutor Chimmy 来当你的你们的天使？我们还是给那个 Ashley 好了。好 ，Tutor Ashley， OK。接下来小赖以及哲轩。Chimmy， 好，小赖，你们要先攻还是后攻？我们选择后攻，后攻，好，麻烦夫妻档，瞪我，傻眼的夫妻档，请出列。OK， 计时三分钟 ，About camping， 开始。Good luck。It's a， you know， light， campfire。第二题 ，You want to sleep? You want to make a tent? Okay, tent. 恭喜。Like a flower, but it's a sweet candy. You want to barbecue? Sweet candy that you barbecue? Sweet candy. Kids like. Sweet kids like a sweet marshmallow. 再见。好厉害呀！If you go out, you want to, you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if you wound. Bandage, plaster, bandaid, first aid kit. First aid kit. 再见。First aid kit. So hot. You want to, you must to. Put sun cream. Hot. Yeah. 他不是讲，他you so hot. You want to put the, Where put in your head? On your head? Yeah. A cap. Yeah, cap. 再见。It's easy. It's a seat. You can sit. A chair. Chair. Folding chair. Yeah. 再见。Folding chair. You 等一下，这要怎么讲？you want to cook, but you must have a barbecue, a grill. No barbecue. It's a fire with a gas.Gas. It's It's a fire. A cooker. Cooking stove. Gas cooker. No. 那要怎么讲？It's a gas. It's a gas. Yeah. Gas. Gas canister. Pass. 好来。好加油！好加油！没水准呢。So cool. I want to bring the blanket. Oh, bottle. A thermos flask. Hot water flask, thermos flask. Temperatur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there's obviously a word for it that I don't. I want to keep the water cook or a flask. Keep the water warm. Warm. Hot. Hot water flask. No. Hot water bottle. 还剩下二十五秒，要不要用金牌啊？pass 了 ，pass 了 ，pass。pass 来。要怎么的啊？You know, 给他用一张啦。你很没礼貌。Ten seconds. The bug, so many of bugs. Mosquito spray, bug spray, bug repellent. It's a liquid. Insect repellent. Okay, 正确。来 ，Okay， 时间到。这一题有答对了，他刚刚有讲到了。好，十题里面你答对了七题耶。算很强哎，压力有压力，非常厉害 ，Thank you， 很厉害，强哎。
好强哦，好强！等一下，好强！不是，不是，我现在在怀疑你了。你拿了五张，我至少觉得你要全部用掉，对不对？不是，我至少有保险分，他有五分，有五分。你看我们这样子的分配，妈呀，这个老公你要小心，不要让他离场。OK， 接着下来，另外十题 about camping， 沙基努准备好了？没有，没有，没办法，因为我们要开始录了。来计时，请开始。You know the no why no why you didn't say anything no wh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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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mp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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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hard oh my god讲完了来 Judy Ashley 你的 keyword 是Too tight. Tight? Yeah, too tight. Too tight. Okay. 好，计时开始。来。你要形容啊？你怎么意思？不是，你不能，你不能干瞪眼，你要继续形容。Very long, very long, very long. Very long. Very long. A pole, a camping pole, a tent pole. Can. 哎，这次都用金牌了，哇塞！My son, okay, want to go school, okay, and he have a backpack. Family day. Family day. And everybody in the outside and cooking what? Barbecue. Yeah.BBQ， 来，正确，下一题。It's very small the fire， campfire， lighter。Yeah. Okay， 下一题。Just like in the microphone， you can push and down， into it and off and on， you know。In your hand, and you can, your hand can, just like in the microphone, but it will be and just like in the fly, you know. You can push and down into it and off and on, you know. A torch, a flashlight. Yes. Yeah. How told me. It's medical and what's it? A blanket. 赶快哦，你还有金牌，你还有金牌，你赶快要，你赶快要金牌啦！In金牌，金牌。Sleep， 我只能讲一个字。OK， 好，只能讲 sleep 一个字。Can I go? OK， 来计时开始。Sleeping bag。正确。下一题，你每张都用了啦。什么？下一题，你剩三十秒，你剩三十秒。You want drink the beer? The beer always in very cold, and you with the box. Oh, a cold box, ice box. Yeah. No. Ice box, fridge box, freezer box, cold box. 你用金牌box。好，十秒钟。Not a box. It's a 金牌了。十秒钟。It's a 金牌 ，you know. The cold. You want drink the 金牌。Ice cube. Oh, it's ice cooler. 我以为他要把金牌全部用掉的人，但是他后来玩到后来觉得说，我可以不要用金牌，对，我跟你拼了，就是好，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是第一题，第一题真的好可惜。对呀，用了还没答。第一题用了金牌吗？对呀、啊。等到你们到这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感受到小学生的压力。好 ，OK， 在这个阶段你拿到了五分，对不对？哇，那很厉害，他很聪明，他很聪明的，对，谢谢你，你们也不错了。OK， 所以你们现在加起来总分是十二分，十二分，恭喜你们拿到十二分，十二分，可以，可以，可以，接下来来两位，来，轮到你们了，有请，计时三分钟，请开始。Oh my god！ 好难。And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the girl's like, oh, just fell。Oh, it's a puddle.
No, it's very slippery. Yes, slippery. And it's rainy, so you, when you go out, you need to put on your... A raincoat, raincoat. What kind of the shoe, so what kind of the boots? Oh, Wellington boots, rain boots. It's rainy day, it's rainy. Rain boots. Rain boots. It's typhoon coming to Taiwan, and the mountain is just crushed down, cleared up. Oh, a landslide. It's a working time, so the outside is very crowded on the car and the bus. A traffic jam. One word. Jam. Yeah, traffic. Yeah. 厉害啊 On the car. And there's two stops on your car glass in front of you when you're driving the car. And there's two stops. Windscreen wipers.Screen wipers. Wipers. Yes. Wipers. Thank you. Yes. What? 要吗？你要吗？来。It's blood. It's a blood. 来来来来。来，直接暂停。金牌出列啦！来 ，OK。Hole. Oh my god. 你就想一个洞而已。小天使吗？一个洞。计时开始。Puddle, pond. Puddle. Yeah! Oh! 要再用一张来，再用一张，再用一张来，时间暂停。金牌又出来了，来 ，Kimmy 老师。Oh no! Kimmy 老师也不会了。我希望你哦。这个也可以讲刚刚那个。难的。不会了。有他那个卫星图照起来就这样。Satellite.Satellite. Okay. Satellite. Yeah. Okay. 计时开始 Weather report. Weather forecast. One word. Forecast. It's in the sky. Oh, clouds. Storm. It's a professional word. Oh, meteorology. No. 好难。好难。Five single words to cooperate one word. One single word. Combination.When you watch the news, the news is finished. There is like Tokyo. A weather report, a weather forecast. Yes, yes. It's a map. It's too rainy, humid, too humid. Oh, too humid. Too humid. Steamy. So the bread is going to. Oh, moldy. Mold. Yes. Thank you. Oh, it's that was just what I said.Before. Oh, okay. The mold because the moldy. Bread mold because it's humid. Yes. Thank you. 居然还有20秒钟的时间，你已经把十题全部答完了，恭喜你们在这个阶段拿到了9分。这个叫英文考4分，怎么配？3分啊，3分。没有啦，他英文考不好，但是他的生活当中常常跟对啦别人讲英文，生活化可以。我真的很专职，专有名词我好难，我不会。哎，这样我们就很期待，很厉害。他说他考十几分的人，他可以10分里面拿到9分，答对9题。我们想要看到满积分的。加油！3分钟计时开始。It's a typhoon. If it comes, my home will destroy. Flooded? No. Flooding? It's big and end. 那个满分呐。No. It's a 跟我差不多。Very. 跟我差不多。What is boom? 不能碰。If it comes, my home, don't bomb. Very home will destroy. Typhoon, hurricane. It comes, very movie will. Oh, earthquake. No. It's a typhoon, like typhoon. Like typhoon, storm. Yeah.If raining, I will wear a raincoat. Very child, very scary sound. Oh, crying. If the rainy, it comes the. Lightning.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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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提示了，来
预备备，计时开始。Thunder。OK， Red so big， if I can， 哇！你演的都比较多。My wet， my flooding， yeah， flood， yeah， red， three months， oh， rainy season， monsoon， yeah， rainy season， 正确，来下一题。My home will destroy， but it is small。Very small. Taiwan, just coming. Oh, typhoon. Just coming. Typhoon. Flashlight, like flashlight. Yes. Lamp. No, one word. Dark become light. Yes. Oh, lightning. Yes. If rainy coming, the sky is dark gray sky. No, it's cloud. Who is very cloudy sky? Very clouds. Yeah. 正确。Okay, it's Rihanna's song. Oh, umbrella. Okay, if the rain go out, it will be coming a rainbow. Yeah. Rainbow. Oh. 好，各位十题全部答对。Well done. 在三分钟之内呢，还是答对了全部的题目哦。全部吗？你全部答对。十题全部答对，当然有用到金牌，有靠我们的小天使帮忙一下嘛。所以你们现在总分是19分啊，相当厉害，好好好，我们猜，我们是刚刚，对跟我差不多。If I can， 哇，一次啊，棒，很形容哎。差一点我就要扣你分了，我告诉你。好 ，OK，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两队的成绩啦啊。夫妻档14分，小赖跟嘉轩22分，暂时领先了。但是呢，刚刚还是有一个题目呢，大家没有猜对啊，就是我们补枪的题目啦 ，Music。OK， 好，就是请问一下保冷箱要怎么讲，保冷箱要怎么讲，刚刚没有猜到嘛，好不好？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答题哦，参加答题，我们一季之后会有抽奖的时间哦，如果你答对的越多，被抽中的几率就越高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啦 ，Let's go。热的，热的，热的。英文，英文，英文。Sorry。英文，时间到了。你第一次把我们15秒用掉了，当然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单元是问答侦查，我们来看一下单元说明 ，BCR Go。问答侦查单元说明，这个单元是以台湾的美食为范围，我们邀请外籍来宾先试吃，接下来各队的队员可以轮番提问，外籍来宾呢只能回答 yes or no， 请您猜出他到底吃的是什么台湾美食啊。三轮提问之后写答案，答对者得分，但这个阶段如果三队都没有答对，我们就会请外籍来宾提供一个针对他所吃美食的叙述，三队再答一次，各位加油。好了，准备好了，来，夫妻档，请开始提问。热的还是冷的？不，英文。Sorry。英文 ，please。Sorry。Please go ahead. Okay, it's hot or cold? Cold. Cold. 小赖，冷的。It's a drink? No. It's a sweet? No, it's not sweet. Okay, Xiao Lai and Jia Xuan. It's meat? No. Meat? Oh, no. You look like confused. It's not meat. Not meat. Not meat. Not meat. Okay, 夫妻档，想一下。咸。
里面只有一种东西吗？这一题喽，这一次提问喽。对啊，你要问里面只有一种东西。不问是不是？时间到，不要问。你第一次把我们十五秒用掉了，还要问问题的。来，小赖嘉轩。Is that fluffy? No, no, no. It's not fluffy.OK， 好，别乱看。相关的问题，这个线索太少，多问几题啊。等一下，线索太少，对不对？先讨论一下。好，你们干嘛闹 sitting？ 金明老师 ，Is it seafood？ Yes， 哦 ，seafood， yes。好 ，OK， Ashley 老师也可以来问一题。Is it orange？ Is it orange？ Yes， yes， yes。Orange 是橘色。好，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来。好，讨论一下。好，时间到，我们来看看夫妻档，你们的答案是凤梨虾球。哎，好像对。好 ，OK。你们的答案是，我们就瞎子而已。怎么？你哪是？我刚才忘到底是菜，凉拌虾子，凉拌虾子，凉拌虾子，很当地的菜呢。凉拌，当地的菜，我说台湾小吃，台湾的台湾小吃啊。好，我只要再问一题，看看你们猜不猜得出来。Is it related to eggs? Yes.Related to eggs. Really Chinese. 假如这个再猜不出来就没有了，好不好？这样子啦，我们两位外师用一句话来形容，好不好？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台湾小吃，给你们最后的提示。It's a particular taste. Some people like it, some people don't. OK. 味道很重。It's not a cheap food. OK.不便宜 ，It's not a cheap food. Some people like it, some people don't. Okay. You eat it with vegetables. 好 ，You eat it with vegetables. 所有的提示都已经告诉你们了。麻烦最后的十秒钟，请写下答案。计时开始。Oh my god！ 这很明显哦。对，好，好了，我翻。我觉得大家，你们有写下来吗？有写下来，有写下来。好，是有答案。来看看，沙基努，你的答案是虾饼。哇，哎，对了吗？有道理。有位。是有答案。来看看，沙基努，你的答案是虾饼。哇。哎，对了吗？有道理，有道理。Orange， 可是没有 egg。虾饼是橘色的，都有啊。这种冷热都可以吃。可是又不便宜嘛。这个虾饼很贵呢。可是跟 eggs， 对 eggs 有什么关系？那个虾饼你要做成那个虾饼酱的时候，它必须得要用蛋下去一起打，所以它里面会有蛋的味道。哦，那大量蔬菜？没有大量蔬菜，因为它可能会跟那个就是那个卡里卡里有没有？卡里卡里，对，就是在旁边那种配菜，然后它是可以跟菜一起吃的。对，对啊，其实你要怎么解释都可以啊，我都不会反驳你。好，我们来看看小赖跟嘉轩，你们的答案是 ？What？ 生鱼片啊，生鱼片啊，也 orange 啊，配菜吃，又是烤的，又不是说面，又是冷的，然后我们都符合。没有天有说它跟蛋有关系，有些沙有啊，有些沙西米跟蛋有关系，鲑鱼类的，对，鲑鱼软。台湾的某一个节日会很常看到这个东西，而且它很贵。我们是不是很努力想要让他们猜到？生鱼片很贵啊！来，新米老师，我们会不会太笨了？还是你要不要再给他们一个提示，看猜到猜不到 ？English English Chinese New Year， you can see it in Chinese New Year. Okay, it's preserved. Preserved and super expensive. It's preserved. 最后的十秒钟，请开始。到底要几个十秒？真的？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好像好了，我们觉得好了。OK， 来，我们来看看夫妻档。这应该台湾有。过年才会吃到的。过年都会吃到。
好，很抱歉，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了。我们来看看小赖跟嘉轩，你们的答案是乌鱼子。乌鱼子，啊，对了，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来，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乌鱼子？因为他有多 X， 因为过年呐，他很多蛋，很多蛋，他要配蔬菜， Orange， 过年才会吃，然后又很贵。好，贵，来，三酱，你们一起，没了啦，你现在写，你现在写干嘛？橘色那是单价比较不高的，啊，都吃那个你管人家，你家什么？我都吃琥珀色的那种可以透的。请问你是代表那个鱼市场来跟我们猜底的吗？来，我们来看看 Jimmy 老师，答案是，哇，耶，好，恭喜我们小赖跟嘉轩在这个阶段又拿下一分啦。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比数是。夫妻档14分，小赖跟嘉轩是23分。好，接下来是我们起立蹲下这个单元啦，我们来看看单元说明 VCR。起立蹲下单元规则说明，主持人宣布主题，全员蒙眼听单字，以蹲下起立判读单字，如果判读错误了，主持人会轻触肩膀示意离开。闯关15题过后，依最后存留人数为该队得分。各位加油了！好，老师，麻烦要来给我们出题了。And music， What is sweet？ Sugar cane。Sugar, soccer. 、Coca-Cola, umbrella, honey. 哈尼不是一个人吗 ？Henry, 哈尼不是一个人。Cherry.Worry, apple, 是这么甜吗 ？North Pole, 哎呦，哦，这英文14分的老板。People, marshmallow, mushroom, 游戏结束。不错，好，在这个阶段，我们嘉轩也可以获得了，获得一分，恭喜啦！我们来看看两组的成绩了啊，夫妻档萨基努以及玛雅，你们得到的分数是14分，就是他当年考的英文分数，就是对方的英文分数，对不对？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组24分，小赖以及嘉轩是我们今天的赢家哦，哇，哎。是怎么样？今天比下来之后，觉得自己英文程度今天很好玩，今天很好玩，对不对？对，平常真的有在讲英文哦，而且你讲英文的时候，小赖都会搭配很多声音，对，小碰碰，咚咚，我跟你讲，小碰碰，对，因为当我就跟外国人聊天，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懂的话，加动作，他们就是一定会听得懂，对。其实平常我们在讲英文、在沟通的时候，加上肢体语言跟声音，其实是好的。对，所以不要怕。对，所以不要怕嘛。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 focus 在英文的说上面，对，所以可能要简化这些东西。但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两位是不是觉得说，哎，再加一点肢体语言呐、啊？只要对方听得懂，这是最重要的。确实，如果自己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加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在买麦当劳的时候。他不知道鸡块怎么讲啊，他就说 this you know chicken this cuts or delicious， 通啦，通买到啦，对，那对方可能就会直接跟你讲说哦 chicken nuggets， 没错，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记下来了，不要怕。说也不要怕丢脸，然后可以尽量的用你的肢体跟这个声音去形容，好吗 ？OK， 非常谢谢两组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哦。第一，前面观众朋友们，所有的大朋友 ，OK， 各行各业还是演艺圈的好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爱的 ABC 哦，来挑战一下，是你们厉害还是小朋友厉害呢？OK， 今天要非常谢谢4位特别来宾，我们下次见啦，拜拜。